我们几天前报道，有政党探讨同歌台业者合作，在竞选期间吸引人潮。警方发表了文告，明确地表示，在公共秩序选举集会的条例下，在竞选集会前后或是进行的当儿，不允许有任何的舞台表演和娱乐节目。警方说，竞选活动和中元节的庆祝活动应该分开举行。中元节庆祝活动主办者应该确保活动上没有人发表支持候选人或是政党的言论。来临的大选户外竞选集会只能在指定的集会地点举行，警方会确保有足够的场地供参选政党或是独立候选人举办户外竞选集会。